再关心天气消息，今天台湾呢还是会受到锋面的影响，各地有短暂阵雨或雷雨。不过随着锋面逐渐远离，下雨时间并不会太长。南部、东半部的降雨几率比较高，其他地区午后则容易下雨。今天出门呢要注意瞬间较强雨势，中午过后还可能会伴随雷雨。白天气温大约在30度以上，但是没有下雨的话，感觉上会比较闷热。这是天气方面的消息，提供给您。